Timber，好，来，timber，T-I-M-B-E-R，OK，好，来看一下什么叫做 timber。好，我来分享一下这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下。Timber 呢，一般就是大木头，从山上采下来的这些，这个就叫 timber，原始的，没有加工过的，粗粗大大的，就像那种大树干，有没有？从山上才刚刚砍下来以后，枝条什么砍掉了以后的这种大型的木条、大型的树桩这个样子的大。大木头条，这个叫做 timber，OK，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就是造房子的时候的这种这种材料啊，大的木头，大的这种大条的，没有经过切割的，就是大概只是从树上砍下来，把枝条砍掉，这样就叫 timber，OK，好，这个字常常可以用到哈，可以用到 timber，那个美国有很多这种地方。是木材厂，他们叫木材厂，叫 timber。到了这个木材厂，可能从上游的山上砍了以后，顺着溪流下来，或者卡车载下来以后，然后到了这个工厂，他们就要加工的。这个叫做有点像原木吧，哈，叫 timber，stones and timber。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OK，老二师，十麻烦您六。把那个16章9节，麻烦你给讲一下好吗？就那里面，我有几个单词不太那啥。好，我们看16章六的章九节，十六章好，九节，对，谢好，谢。十六章哪一个字？我们从哪里开始来？16章9节那个有个密谋，那个 Plotted，plotted，对，plotted 好。一般。这种密谋都不是好事儿，都是密谋是要做坏事的那种。OK，有什么耍什么奸计，就是大家准备要做什么坏事，大家一起。这个字从来就不是好字，所以不是做好的事情。OK，所以这个叫做 plotted against him。Against 用一个 against 就表示他们这个密谋是用来对付他的，所以你一看到这个 against 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要对付他。OK，好，再来还有哪一个？他是喝醉酒了，是不是？然后下面是 in charge of，他是负责担任什么事情？他是负责管什么的？in charge of，后面可以加，一般后面的加的词要用名词或者是用动名词都可以。好，这边是 in charge of the palace at Tirza。这个王在 palace，他在那个 Tirsa 这边呢，有一个王宫，他是在那里专门给他管这个的。OK，好，还有什么字？哪一个字？有没有问题？老师，十哎，五章谢谢二老十师，谢谢。三节，十十五五章，章对不起三节，，Christina，十五章第几节？23节，好，我们看二十三节，来，有二一十个三节来。词，就这个，temperament 是吗？这怎么念？achieve，注意啊，你，然后 ch，ie 是发 e 的音，achieve，achieve，后面是 mint，OK，所以我们看 ment 可以知道这个是个名词，对吧？个名词，所以 achieve，OK，什么叫做 achievement？什么叫？Achievement，Achieve，中间有一个 of，OK？Achieve 是什么意思？它的动词是到 achieve，达，到到达达，，OK？抵达，实现什么事情？OK？这个事情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用 achieve。下个月啊，大家要实现，OK？这个年入50万人民币，这个是 achieve，要实现，要到达这种目标叫 achieve，OK？
一般来讲都是指工作上、成就上、读书、学业这种东西。那么 achievement 呢？ achievement 呢就是它的名词。OK， 那这个 achievement 要怎么解释？ achievement 就是它的成就，它做出来的事情。哇，一到他们家墙上贴的都是奖状，这个孩子真的挺有成就的啊，读书很厉害。然后呢，有的人可能在事业上，我稍微给他听一下。OK。有的人呢是在事业上很有成就啊，他现在已经年收入多少钱，他已经达到了一个事业的巅峰啊，他已经成为众人所觉得很了不起学习的榜样，这个叫 achievements OK， 所以这是他的成就。 OK， 所以有关于阿萨这个王他的统治，还有呢 all his achievements 所有他的成就这个字啊，你注意到其他的王没有用这个，对不对？所以当他给这个表示作者对于这个王是很肯定的，阿萨王是一个不错的王，对吧？ Achievement 是指他的成就。 All he did and the cities he built， 有关他这些其他的丰功伟业，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啊，这个不是都写在他的编年史上面吗？啊，这里就不用多写了，这样子。好，还有哪个字有问题？他的脚上有毛病 ，disease，diseased， OK， disease 就是病，就是病，有什么毛病啊 ？disease， OK， 这个叫 disease。好 ，feet 是他的脚，是他的脚。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个年纪，列王记上那个年，那是。Uh-huh.Annals right， 对 Annals 对，都记在就是正史上都已经有记载他什么成就这个那个什么，圣经上描写的尽量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王，所以我们不是这个世俗看的那种啊，这个王好厉害啊，造了三条高速公路，五个机场，六个大铁塔，又做什么？我们不看这种东西。神要看的是这个人是不是有爱神，是不是人遵行神的心意，从神的眼光看来是没有罪的。我们看的是这个。Okay， 好 ，Annals， 它本身就大 S 哈。对，没错。谢谢。嗯哼，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字？老师是不是二十二节？我看一下，怕记错了。二十二节，来，二十二节。哦 ，issued， 讲一下 issued 和那个 exempt。OK，good，good、okay, issue and order。issue，OK，issue、okay, issue 这个字非常好用。OK， 这个字呢，就是说 ，OK， 比如说你现在常常尤其是公家单位 ，OK， 公家单位的这个。分两个来讲，这个地方的 issue 是做动词用， OK， 这个地方的是用动词用，所以这个地方的动词呢指的就是说他颁布了一个什么事情，发表了一个什么事情， OK， 这个叫 issue， OK， 他发出了一个什么什么通告，比如说政府发一个什么通告，发送一个什么文书，一个文件或一个什么东西，这个都叫 issue， 都叫 issue。好，有没有问题？发出来。那这个大部分都是有权柄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不用 issue 了 OK， 比如说现在政府给他发了一个奖状，可以用 issue 啊。现在这个驾驶执照已经发出来了，可以用 issue， 一种新的证件，新的身份证，可以用 issue OK， 发出来了。那么有一个公文告示出来了，从这个2023年开始我们的税务有什么规定，有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用 issue OK， 政府这个颁布了一个什么东西，公布了一个什么东西，发布了一个什么东西，通常指的都是一种文件，一种证件，一种有影响力的或什么事情叫 issue OK。 好， issue and order， 如果他说 issue and order 的话，这个是这个动词应该是什么意思？Order 是什么？ Order 是什么？命令那绝对是有权柄的人，是不是？绝对是上对下， OK，
绝对是上对下，不是我们这种人的这种东西。所以呢，这个是正式的文书，他发布了一个命令，叫 issue an order。OK， 如果这个字用名词的话，有没有听过 issue 是个名词？是不是问题的意思 ？OK， 问题通常是怎么样？这个事情值得探讨，这个事情我有什么问题 ？OK， 比如说 let's talk， 我们一起来说说话，我有事情找你。I have an issue to your idea， 比如说 idea 好了。To your work， I have an issue， 我有一个 issue。对你的工作有一个 issue， 这个 issue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问题？这个通常是我有意见 ，OK，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我得跟你说说话，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要来赞美你的 ，OK？I have an issue，OK？、Okay? 我对这件事情我很有意见，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这样做 ，issue。我对于现代年轻人奉养父母这件事情我很有意见，意思就是说他讲 issue 的话就表示这个人他的意见不寻常，不同于一般的人，所以他说 I have an issue to 什么事情， I have an issue， OK， 好，所以 issue 在这个地方名词是可以这样用的， OK， issue 指的是他的意见与别人不同的时候， OK， 不见得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他想要发表点意见，跟你们不同的意见，这样子叫 issue， 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他反对这个事情，我是很反对你们造这条高速公路的，又贵又怎么样怎么样， I have an issue， OK， 你问别人也可以说，嘿，怎么样，我刚刚才发表这个企划案，你看你满脸这个很不屑的表情， Do you have an issue against me， 你觉得你要反对我吗？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你是反对我吗？不赞成我的意见是吗？ You have an issue against me， OK， 怎么样？不同意是吧？不同意我的意思是吗？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意见说出来吧，就这个意思。好， issue， 好，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有没有其他的问题？issue 可以用在这些地方，我们在刚刚的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是讲 issue an order， 他颁布了一个命令 issue an order， 因为他是有权贵的人嘛，有权柄的人，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issue an order。 好，没有其他问题。第六章三节，金老师，六章三节，好，我们来看三节，来怎么样。三节那个这个 customer 就是这个是什么，我的不认这个字。好， customer， 这个字念 consume OK， consume 是什么意思？是除去吗？我就不知道 consume 这个字。好，如果是我们来看一下 consume什么东西 consume 了。 OK， 比如说现在中国每一年进口粮食不够吃嘛，所以要进口， OK， 所以我们呢现在进口了多少了，我们这个村这个镇我们已经进口了20000吨的什么什么大米啊或什么东西从国外进口， OK， 这些东西所有的粮食 all the food was consumed，这什么意思？被 consume， 这个 consume 的意思是被消耗被吃掉的意思。 All the food was consumed， 都被 消费掉了，被吃掉了，光了， OK， 这个叫 consumed。 所以 consume 呢就有一种就是怎么样被吃掉了被消耗殆尽这个意思， OK， All the food was consumed。 家里还有没有粮食啊？新冠已经在家待这么久了，All the food was consumed， 所有东西都吃光光了，没有食物了，必须出门买了，不能再在家里鬼混了，这个 consumed， OK， consumed。 好，如果我说的你发挥点影响力想象力哈，如果我说 the fire consumed his house，
好，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房子的火熄灭了，火烧了，大火，对，火把什么烧了整个房子的房子，烧成什么程度？你能理解吗？消灭掉没有了，烧光了，光。OK， 所以 consume 这个吃光吃干抹净的意思。OK， 这吃光光了。OK， 火把他们家房子都给烧光光了，烧的就剩一把土了。OK， 这个叫做 consumed， consumed。OK， 好，我们稍微我们稍微静一下哈。OK， 好 ，OK， 所以如果说All his parents' money was consumed by the young man. 这什么意思？所以父母的钱被年轻人都花光了。That's right. 我们也用 consume. 所以 consume 一上场。气势非凡，我们就知道 consume 就是把人家吃干抹净，全花光，要么就火烧尽了，要么钱花光了，要么什么东西也吃完了。 OK， 所以 consume 就有这个意思。 OK， consume， 所以可以说钱 consume 了，可以说食物 consume 了，然后有的地方比如说是要走很远的山路去打水，水已经喝光了，你也可以用 consume。 OK， 跟吃的喝的花的有关系的东西剩下了不多了，没有了，这个就是 consume。 OK， 好， consume 这个字非常好用。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OK， 经文里面说哪里有，来， I am about to consume。 about to 我们学过这个 be 动词加 about to 什么意思？ about to 什么意思？将来，将要。多久以后啊？什么时候啊？这个将来是什么时候啊？我们上次做个比较，I'm about to 跟 I'm going to 有什么不一样？马上要，马上，接下来，马上上马的事情啊。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我家，Hey Jane, what are you doing? I'm about to take a shower. 我马上要去洗澡，意思就是我做完接完你这个电话这件事情，我就会去洗，我接下来就要做这个事情叫 about to。 I'm about to， OK， I'm about to， 这个王讲话了， I'm about to， 我接下来就要 consume， consume Basha， 请问 consume 什么意思？ consume 什么意思？如果后面接的是个人，不是食物也不是钱，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要把这个人怎么办？不进了这个 Basha and his house， 和他的，我要把他解决干净了，彻底解决，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彻底把他们解决了，那就是宰了他们。 OK， I'll consume Basha and his house， 我会把他们都杀光光的意思。 OK， 好，有没有问题？这是个动词啊。Consume 是动词 ，right？ 所以 consume 我们刚刚讲可以把钱花光了 ，consume 房子烧掉了，火把它 consume 了，就是烧光光 ，consume。OK 啊，把这个那这个词用的挺广泛的啊，孙老师很多，对，反正 consume 一上场你就知道气势非凡，绝对是吃干抹净没了，就这个意思。可以用作烧东西，可以用作杀出尽。对，消灭，哇，这个词很 consume。 如果这个字的后面 OK， 如果我们后面加了一个字母，我们来看看，也是名词 OK， 我们后面加个字母 consumer， 这什么意思啊？消费者，消费者基金会现在反映了这个中国这个比如说北京的什么什么有的消费者要去维权，买了你们家的奶茶，哎呀，糖太多或者有什么问题不干净，这个叫做 consumer， consumer， OK， so consumer 是消费者的意思， OK， 好，所以 consumer 特别记得这个哈，这个字。美国就有一个消费者杂志
就是 consumer 这个字 consumer。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吗？ consumer。 嗯，你看看那个十一节，十六章的十一节，行了，我们来看十一节。来，十一节怎么样？十一节，看看 grantif、就是他的家族，是不是这个 重音在第一音节 relativeOr friend， 我记得是 relative 是亲戚 ，OK， 亲戚叫 relative， 哦 ，relative， 嗯哼 ，relative， 这后边那个 for 这个是发音就很轻哈，这个 relative， 就是那个这个 v 的后边那个那个。E 发音吗？不发音，不发音，它就是一个 V 本身就是 V V V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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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你不会念成 relative 不会这样出来不会嗯 relative relative okay with relative with 前面那个词就是 weather。Whether, whether or 这是 一套用起来的你用 whether 用 or OK、或者是亲戚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亲戚、okay? 或者是 He did not spare a single male spare 是省就是说照顾留下保住一条命叫 spareOkay, spare. 他一个都没有给他保住一个男的命你知道那个时代是很重视男的 Okay, 不管是、亲戚或者是朋友都没有 Okay, 都没有这个保住一条一个男丁一个男丁都没有保住全杀光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问题了。那好像九节好像还有一个生词，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对对，就这个。对，哪里？这个我看看啊，嗯，我给纠结错了。这个我这个写的是 D R O V O K E， 不是在这上面。太快了，没有记下来。嗯，哦，不是这个字。Plot it. Provoke. Provoke. Okay. 哦，对，对对对。Provoke 在什么地方？我看看 ，Provoke 是不是？第八节有没有？他惹得神生气了。哦，你知道这个词儿哈。这个三十节，三十节，十五章三十节有一个。好，来我们看 provoke 这个字哈 ，provoke， 来 provoke 是惹的人家，招惹人家叫 provoke， 对这个刺激人家叫把人家挑起来 ，OK 叫 provoke， 所以激起来什么事情，挑起什么事情，很挑衅人家，这个叫 provoke。他把神都挑起来到什么程度呢 provoke to anger 挑到已经发怒的状态了怒气了神已经都发怒了叫 provoke okay, to 什么状态 to anger provoke the Lord to anger 这个词不会念 provoke 注意在 V 上面第二音节 provoke、provoke第二音节 provoke to anger provoke to anger 好
Provoke. 嗯哼，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Provoke to anger. Provoke. 老师，这个 provoke 是不是很严重的那种程度才可以用？你要讲什么样子？比如说，你觉得哪一种严重？就是那个一个小孩的 feel 惹另外一个小孩，一直惹到他发火那种，就是懂我的意思吗？嗯，一般来讲的话，后面会有那个 provoke， 基本上就是说，怎么讲啊 ？provoke 是很挑衅、很招惹人家、很激怒人家、很容易讲到就是激起什么事情。OK，provoke to， 但是这个地方之所以这个字之所以严重，主要是在这个部分，那让人家已经 to anger 了，你说还不严重吗 ？OK， 所以。Provoke 一般来讲就是招惹，小孩在那儿闹，故意去逗啊，去招惹人家，去挑衅人家，可以用 provoke， 没有问题，可以用，没有问题 ，OK。但是要程度升高，他这个地方已经让人家发怒的时候，就 to anger， 加上 to anger， 一看我们就知道不得了 ，OK。Provoke， 有些事情，有些人是。激怒，比如说激起人家什么事情的 ，OK？ 本来我不想讲什么事情，哎，你现在 ，cause you provoke me， 因为你挑衅我，因为你激怒了我，就是你故意在激起这个事情来，那我现在我就必须要对你怎么样了，这个是 provoke。OK， 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差不多了。那个刚刚那个没讲完，那个 SIG 的那个 exempt， 哦 ，exempt， 我们看一下二十 ，OK，exempt， 什么叫做 exempt？ 很多时候那个文件上面盖一个 exempt， 什么叫 exempt？ 老师是不是那个章？对，那个 exempt 什么意思？什么叫 exempt？ 有没有人知道？列王记十五三十。exempt 是被豁免的，被豁免的。OK， 这个事情我们不检查，不管了，不做任何的什么什么那个，我们就是被豁免，被豁免的 exempt。OK， 比如说这个人的行李，他因为是外交官，我们就盖一个大大的章 exempt。那表示怎么样？他被豁免，他不需要接受检查 ，exempt， OK， exempt。好，那个有的老师会这样啊，那个作业跟你讲，每个人都3月2号要交，有的人晚交，晚交了之后老师怎么办？盖个章 exempt， 这什么豁免吗？什么意思？老师什么意思？在你的作业上带一个 exam 什么意思？就是不用弄了，不用写了，要不就延期了。意思他根本不看你的作业，你不记分。这个分很重要的啊，你知道这个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少一分就是少一分希望，对不对？有的人就因此拿奖学金的啊。但是你的东西上面盖一个 exam，老师不看你的作业，不评你的作业，为什么？他与其他写个大字说你累，说你这个你交的时间晚了，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是很难看吗？对不对啊？所以老师就盖一个 exempt， 心知肚明，你知我知，你这个晚交了，你是有原因的，所以你的作业我不改哈，不记分呢 exempt。 好，这个地方讲的是说 the king Asa issued an order to all Judah，他对所有的犹大人他发了一个命令， No one was exempt， 首先这条命令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除，每一个人都要遵行啊，你们不要想有豁免权啊，不要想享受特殊待遇，每一个人 No one was exempt，
每个人都可以遵守，这个叫 exam。 没问题， exam 就是这个意思。 OK， exam。 So no one was exam， 就是没有一个人会被豁免，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和那个怎么样老师，和那个没有一个例外那个单词怎么说的？ exceptional 还是没有一个例外的那个？两个意思不太一样，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意思。 OK， 好，我们来讲讲这个 except。 except OK， 跟什么？跟 exempt。 except 是什么用？你一般怎么用 except？except 怎么用？除了什么以外， right？ 除了什么以外？那这个是有除外吗？通常用在句首，好像那个句子的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字都是用这个 except。OK， 还有呢？还有什么？除外，什么东西除外，对不对？ Yeah， 是。好，那 exam 呢？它俩什么意思？这两个字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你想想看。exam 是刚刚说豁免，对不对？它被豁免掉，就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不需要接受常规里面的这些问题 ，right？那 except 呢？ except 是指什么东西？ exempt 通常都是有被豁免啊，就被自由啦，被解放啦，或者是他就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啦。我们班上同学每个人早上七点钟都要到老师那边去交作业啊什么，他 exempt， 那意思就是他不必做这件事情啦。所以 exam 有这样问题，有这样的意思。 OK， except 呢是我们被除掉了，所有的人都要这样，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做，这件事情不包括他，叫 except。 有没有问题？ OK， exam 是说是以一种角度来看，说他被 exam 是说他被豁免了，这件事情他不要做。每个人啊，这个每天都要交一段录音上来。 OK， 那如果说 except him， 除了他以外，就是他不用交，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人都要做，他不用做，这个是 except 把他除外。 OK， 但是 exam 的意思呢是说他基本上他有这个豁免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可能实际上操作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 exam 的角度是说他被豁免了，他不必做这件事情。他的分数可能已经很高了，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儿子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女孩，她爸爸是个心脏科医生，她把所有通往心脏的血管的名字都可以背起来，她没有她不知道的，整个人的心脏没有他不知道的，所有心脏的血管他都能叫得出来，他都知道这条血管放哪儿，这条血管能放哪儿，因为他爸是心脏科医生。他就小学啊，三四年级啊，所以老师跟他讲说，你的生物课，你的那些其他自然科学课你都可以不用上，你被 exempt。 这个是从好的角度来说哈， exam 通常都是好的角度，表示说他是被豁免了，因为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你都已经知道那么多，你懂得那么多的东西了啊，你对科学方面，你连人的心脏所有的你都知道了，所以没有什么我可以教你的，你被 exam 这个课你可以不用上。 OK， except 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这个事实。 OK， 没有好与不好或怎么样的情况，只是说他被除外了。 except 我们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去郊游，除了他以外，
我们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打疫苗，只有他，他被 exam 了。exam 可能是他被怎么样？他被豁免了，因为他有心脏病，所以老师说他不能打，所以他这个是豁免。所以讲这个话的人，用这个 exam 的这个字的人，基本上你可以读得出来里面的意思，表示它是一种豁免，它有一种权利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叫 exempt， right？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oh, ，exception 就是无一例外的意思哈。exception， no exception， no， 就是前面那个它的名词 except 这个名词。exception 是。except 的名词 ，OK， 是除外的意思 ，OK。那另外一个是 exemption 是 exempt 的名词 ，OK。所以 exemption 指的是他被豁免了。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外交官，我们每个人过海关都要在那里检查东西，他不一样，他被豁免了。所以这两个字是不太一样的。OK， 这两个字的角度可能事实结果是一样，但是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用 exam 这个字呢，表示是说因为他外交官的身份，所以让他有这个特权，他不用接受检查，这个是 exam， 这是豁免权。那 except 是说他被除外了，所有的人你们都跟我到这边来，除了他以外，他站在那里，为什么他不用过来检查行李？因为他是外交官，所以他是 except。 能不能理解？描写很多事情两个字的意思不一样，事实也许是类似近似，操作起来是类似的，但是他的意义描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exempt 是指这个人他有一种豁免权，而且通常都是他有特权的情况。exam 他是外交官啦，他比如说像这个命案发生了，为什么他可以进去拉个黄线我就进不去呢？哦，他是警察嘛，他是 exam， 他有豁免权，其他的人都不准进去啊，凡是这个执法人员都可以进去，所以是 exempt。 except 只是从一个事实的角度来讲，这些人都可以做某件事情，这些人除外，他只管包括哪些人的事实，他不管说你有没有权利，你有没有特权，他不管。所以两个字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写东西的。好，有没有问题？没有。假如今天一个学生，全班同学都到外面去上体育课，他没有去，那你觉得你要用 exam 还是用 except？Except 他被除外，对不对？他这个没有什么特权好讲，他有可能像我们班上以前不能上体育课的同学，要么就是身体很弱啊，还有什么什么，比如说月事来了，或者是身体有什么状况，老师说好，你今天可以休息，你不用跟我们去，因为我们体育课有时候挺激烈的，要跑两圈操场啊，老师要我们做运动啊什么，他可能承受不了，对不对？所以除了他以外，就不需要去讲到有没有豁免权的问题了，不是 exam， 对不对？班上所有的同学通通要数学全部重考一次，除了这 A 同学以外，他不用，他已经考到98分了，他不用重考了。那你觉得是 exam 还是 except？ Exempt。为什么 exempt？他享受特权了呀，不用考。对，他被豁免了，他有一个权利，因为他表现良好，人家98分不用再考第二次了。但其他同学因为我们分数低嘛，都勉强及格那种，老师怕我们的成绩太难看，老师说好吧好吧，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这次回去准备一个礼拜，下礼拜再考一次，两次科目平均一下，两次的分数平均就是你可以拿到正式的分数。啊，这个就很仁慈啊，这个老师真的很仁慈。OK， 所以 exempt 跟 except， 你可以分得清楚吗？可以分得清楚了。像有一些人 ，OK，
他那个下飞机的时候就没有经过移民官的检查或怎么样，人家走那个公务通道，人家走那个绿色通道，走那特别通道，那就是 exempt， 对不对啊？他豁免权、啊、比如说航空公司的贵宾有的时候哎，可以走那个特殊，原来是合同是谁啊，那个叫 exempt，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 except 跟 exempt 不太一样哈。 OK， 好，那这个地方呢，它的指的是它为什么要用 exempt， 它为什么不说 except？ 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无一豁免的，就是所有的人必须，就是没有豁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做这件事情。你不要认为你今天是大臣高官你怎么样你可以不做这个，没有，没有豁免权，每个人都要做，不论贵贱啊，不论你的地位啊，每个人都要去干这个事情。 OK， 好，所以 no exempt， exempt， 哎，我这个房子盖好了， OK， 这前院什么什么东西，哎，人家盖一个公章 exempt， 不用检查了。为什么不用检查了？因为这个前三个月以前什么某某单位已经来检查过了，所以我这一关我这里就不用检查了，我就盖一个 exempt， 不检查。 OK， 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 exempt 跟 except 不一样的意思。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问题了，差不多了，没有问题了。老师，二十七节。好，我们来看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有一个，这个是 plot。啊哈 ，plot。对对对，我们刚刚讲过，这个 plot 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耍计谋，耍奸计。OK， 这个是私下的私密谋，要做什么什么事情，通常这个都是不是好事，绝对不是好事。密谋要策反。要反动、要背叛他，所以 plot against him， 对着他干的，所以是要反叛他。 plot against him， plot 就是都是坏事，都是密谋，私下要干坏事，大家聚一下哈，大家我们聚在一起商量一下，策划一下怎么样干坏事啊，这个叫 plot。 这个词也和那个 plant 是正好是相反的，是吧？它那个意思就是不存在有密谋不密谋，计划，这个是计划，没有，计划不见得不能讲 plan， 不一样的意思。plan， 比如说上帝对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对不对？比如说你做工程师，他做公务员，还有人做警察，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是有计划，那个是 plan， 计划。OK， plot 呢？plot 首先他用这个字，你就已经了解这不是好事，密谋策划干坏事，看到这个字你就了解了。嗯，后边是不是经常跟这个 against？ 看情况 ，plot for 也可以用 for， 为了什么事情？ Right? 为了要推翻这个事情，推翻某人，为了要阻止这个事业的进行，为了要做什么？所以后面 plot 可以 for， 为了什么缘故？这个 against 它是特别强调对着他干，就是要把他做掉，就是要反叛他。所以叫要用 against 这个字。 OK， 嗯，明白了，老师，谢谢。好，这个二十七节最后这个字没有问题吧？ besiegen 啊，这个我们打仗打了这么多次，我们在以色列的旧约圣经里面学了好多次打仗的词汇，少不了这个字 besiegen。 OK， 围，把它围起来。什么围城的时候啊，打仗把人家围起来啊，都要用这个 besieging。 这二十八节有一个经文 SCC， 这个我不会读。好，两个 C， 首先你要把它分出来，两个 C 不同的音，字母同个字母，音不同音。第一个 C 念的是 k, k 这个音， C 只有两种发音嘛，要么就是 k， 要么就是 s 的 s，没有其他的。 OK， 好，所以他俩呢刚好平均分配，一个念 k， 一个念 s。 好，这样你就知道了。所以
第一音节是 suc, s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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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后面半段呢 ,ceed 呢 ,seed, 你看到两个 e 你就知道它是长音 ,seed, suck, seed, suck, seed, 好，现在你把这两个合在一块儿，合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注意了，两个 c 都是辅音，两个都是辅音的情况下，第一个啊，就像做大姐的一样，大哥的一样啊，双胞胎先出来的是哥哥，哥哥都要让弟弟 ,OK, 所以第一个字母辅音的第一个字母一定有吞音的效果 ,suck, suck, 我没有办法念全部出来，如果全部念出来变成 succeeded, 没办法这样念 ,succeeded, 这不对哈，所以 suck, suck, succeeded,Succeeded, 来你试试看 Succeeded Succeeded Very good, 一次过关 Succeeded Thank you, 会了会了哈 OK, very good 就是你了解它的结构以后，我们成年人学语言就是这样，我们跟孩子不一样，孩子不知其所以然，一定要摇头晃脑跟着念，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大人因为我们成熟了嘛，我们有智慧啊，我们比较有经验了，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学习，我们学的时候分析一下，大家很快一秒钟就会了 Succeeded, 这没有什么学问可言啊，这个完全就是体力活 Succeeded Succeeded OK 好，老师问一下那个重音啊，那个重音的话是在第一个哈，这个多音节的话重音一般是怎么去的 no, 你注意听 Succeeded 重音在哪一节，第二个，好，第二音节 succeeded, 重音要在哪一节，你说有一些规则可循但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常讲的 tion, 如果是 tion 结尾一定是倒数第二音节，这个我讲过好几次了，对不对，第二音节，所以如果倒数的第二音节 OK, 比如说讲一个字是什么字，比如说 information 好了 right,所以我们可以分出来好几个音节 in for right OK for may OK 好，四个音节 tion 前面后面的倒数第二音节，那就是在 m 上面 mation 对不对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讲的一个规则 OK, 重音最重要就是你这个字会读不会读，你要先知道重音在哪里，重音如果读对了，一般来讲 85-90% 以上你就会读这个字了，不会错得太离谱，往往很多时候我们犯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重音在哪里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刚才那个 succeeded 那个继承那个他那个我怎么一查它就是和成功那个我怎么有点要混呢，这个字有两种用法 succeed OK, so 他成功了 he succeeded 他成功了，但是这个句子当你注意到他如果说 succeeded 后面有加一个人加一个什么东西的话，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succeeded him 是继承他OK, 所以要看你怎么做，怎么句子是怎么排的。Succeed 自己单独用，他是 He succeeded, 他成功了，他成功了。哎呀，他这次要卫冕这个2022年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大赛。He succeeded, 他成功了。如果说 He succeeded him, 那就是他继承他。He succeeded his father, 比如说有这种继承的，有没有？爸爸是这个这什么企业家的啊，那他就企业家二代，他就继承他父亲啊，继承所有的产业 He succeeded his father's business OK, 所以后面要接有一个受格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宾语在后面 OK, 跟着这个 succeed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继承了 OK, 好，有没有问题，谢谢，终于明白了。我们现在这个以色列打得七荤八素啊，以色列犹大
这个 南国北国的问题的时候 OK 好多，因为他要不断的告诉你谁继承谁，谁接下来又是做王了，谁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字要用的好多遍好多遍， succeeded him， 后面加个人表示他是继承某人了。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问题了。好，要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讲一下我们的这个雅各书。好，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雅各书，看一下。老师，以后那个都不录音了吗？雅各书的昨天没有音频。来了，可是录音已经做好了，一会儿就发布，不要急，谢老师昨天电脑出问题了，今天录音已经做好了，一会儿我就会发布。对 OK， 好，我们看一下，昨天我们讲的是那个金跟银生锈了，对不对？好 OK， 现在我们看五章的四节 OK， look， 你要看呢，注意这个句子，下面的句子很诡谲啊，它这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这样讲话的，他用一个东西做主语 OK， 这句子里头东西是主语，不是人是主语 OK。 好， The wages， 注意了第一个句子 The wages 是做主语，这个 wages 指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人知道 wages 是什么？就是薪水，钱，钱的意思。钱 wages 通常指的是那种不是大的 manager 大的 CEO 大经理的那种啊，就是如果你做 IT 啊或者你做什么经理那种薪水比较高的，年薪200万人民币，不是那种的，那种不叫 wages。 wages 呢通常就是指比如说帮餐馆里给人家端盘子啊，一小时16块美金这种啊，然后给人家打工啊，这个做什么东西这种的，就是干散活啊，干零工啊，一个小时多少钱的，用在美国来讲就是用小时算的这种，干保姆啊这种可以叫 wages， OK wages。 那美国这样的薪水呢，因为这样的人工资不高，也体谅他，就是说他本来工资不高，你就不能拖欠人家薪水，所以一般他们不是拿月薪的，他们是拿 bi-weekly， 就是每两个礼拜就开一张支票给他，每两个礼拜就拿一张支票给他，因为人家真的等钱花，又钱又少嘛，所以这个 wages 通常都是 bi-weekly， every 2 weeks 他就拿一张支票。好， wages 是我们的主语，注意了，讲的是他。什么 wages 呢？什么薪水呢？什么 工资呢？什么工钱呢？就是 you fail to pay the workers。 you fail to， 一看到 fail to， fail to 什么意思？ fail to， fail to 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 fail to？ fail 本身什么意思？ fail失败，失败。那 fail to 你可以猜他到底做了还是没做，能不能做？没有做，没有付，否定的意思，对吧？ fail to。 好， he failed to do his homework， 他没做功课，居然改来上学，这个叫 fail to， right？ he failed to， 我叫他把地给擦了， he failed to do the cleaning， 他居然就没做。所以这个 fail to 呢是这样子，有几种状况，一个是他不能做，一个是他做不到，另外一个可能他就不做 OK， 反正不管怎么样结果都是没做 OK， fail to。 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薪水 you fail to pay， 那一看 fail to pay 到底付了还是没付，付了没？没付吧，没付，没付。 fail to pay 一看就知道没付 OK， 你没有付人家的工钱啊 OK，
没有，这个工钱是要付给谁的？ The workers 是那些工人，你亏欠，所以中文翻译做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也就是你没付。至于是不能付、不想付，还是反正就是没有付， OK， 先姑且不论他是不能付还是不想付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没付，你没有付人家工人的钱。这些工人是干什么的？ The workers who 后面加一个加一个这个代名词，我们就解释一下，这是啥工人呢？什么样的工人呢？ Who mow your fields， 这些工人啊，为你的这个田地上面给你除草了。 Mow 就是 mow 是什么？Mow 是除草，把那上面的杂草什么都给你剪干净了。注意这个 M-O-W 的发音， O-W 发 O 的音， O-OK 所以 Mow OK， 不要看到 W 你就想发别的音哈， M-O-W 那个 W 当 没看见。 Mow your fields， 他为你的田野除草，为你们家的田地除草了。好，现在 are crying out， 请问这是谁在哭？这个 是跟着谁走的？ crying out 指谁在哭？是工人在哭吗？是谁在哭？还是田地在哭吗？这个 are crying out 是指谁？谁在哭？没有被付账的，没有被付账的工人在哭。再来一次，这个句子的主语是谁？我刚刚讲了，主语是谁？主语是 wages， the wages， 所以谁哭？ are crying out 是这个句子的动词。如果它是动词，它要跟着谁走？ wages、嗯、wages， 那个工钱在哭啊，欠着账，那个欠的那个工资，那个工钱本身在哭。哎，这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写作方法。他说那个没有付的那个工钱，那个工钱在你的口袋里，那个工钱在哭呢。哭什么事情？哦，对了， crying out against you。 什么叫 crying out against you？ 哭喊着反对你，这个钱在反对你。OK， 所以这个句子到底想表达什么事情？你不付给人家账，钱都不愿意了。钱在你口袋里，你不舍不得掏出去，对吧？肯定你有错嘛，因为那是人家，这个表示怎么样？ Fail to pay， 那就是人家已经替你提供劳务了，人家已经给你，工人已经做了事情，但你不肯付，所以你死抠着这钱在你口袋里。现在这个钱在哭了， OK， 注意啊，钱在大吼大叫，在哭喊着，在你口袋里哭喊着。好，你先记到这一点，钱在哭喊。我们这句话讲的是钱在哭，钱在喊。好，接下来 The cries of the harvester， OK， The cries of the harvest， 工钱已经在哭了，在喊叫了。另外讲的是The cries of the harvester. Harvester 是谁呀、啊？收割庄稼的人。收获的人。收获的人，那些做工人去给人家收割的，比如说收稻子、收麦子、收什么，有这种干临时工的叫 harvester. The cries of the harvester. 他们在那里哭喊的这种，绝对是很冤屈嘛，对不对？已经达到了 reach， 已经到达什么地方去了？ The ears。什么人的耳朵啊？ Of the Lord Almighty， 谁是 Lord Almighty？ 大能的神啊，对，大能的主。所以现在有两个哭哈，有两个大大哭。第一个是 the wages 也哭，工钱躺在你的口袋里，你不肯付出去，工钱都在呼喊。第二个是那些收割的那些工人，这些工人他们也在嚎哭。他们哭的这些哭声都已经达到了万军之华，耶和华万军之主的耳朵里头去了。这样理解吗？好，他为什么要这样讲？照我们想的话，怎么会工钱在我口袋里还会哭啊？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钱在我口袋里，你觉得这钱是干净的吗？
这个钱不属于他了，不属于他，这是不义之财，你早该付给人家，人家呢家里要交水电呢，家里要养孩子呢，家里要付贷款呢，你呢你不给人家，这钱都在呼喊了，钱都在哭喊说你不应该这样做， against you， 注意啊，是对着你来的，钱都不赞成你，钱都反对你了，那个工钱都反对你了，你没有付给人家。然后呢再来呢，这些收割的工人他们的嚎哭也已经达到了万军之主的耳朵里去了。 OK， 所以我们的第四节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为什么要讲这个啊？跟我们上一节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我们上一节讲金啊银啊都锈啦，然后讲说你们这个，我们还讲 hoarded wealth， 对不对啊？这个喜欢收集这个财富财宝钱财，那跟我们这一节有没有关系？你觉得有没有关系？现在讲庄稼，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有关系？我觉得他们的钱就是说都是就是坑来的，就是骗了。 That's right，积攒钱财，你如果你自己花体力劳动活，你说我一天做16个小时那也就算了，但是这种常常你的钱来之不易，义气的义，你来的都是脏钱，因为你是克扣工人的钱，你亏欠了人家，你没有付工钱出去，有没有？有人就是这样，明天再来拿，下礼拜二再来拿啊，现在还没有钱，还没有下来啊，下个月再来拿，是不是？这些做 劳动活的人是很可怜的， OK， 他们钱本来工资就少，所以在美国很多公司都规定要两个礼拜就要付一张支票给他们，因为他们两个礼拜才那么一点点薪水，又不是像你做大老板，你一个月就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对不对？人家一个月才几千块人民币，这种又要小孩买奶粉，又要家里干什么，所以尽早要付给人家，有没有问题？That's the reason why 你现在已经把他们连接起来了，三节跟四节已经是有关系的了， OK， 三节四节绝对有关系。好，季老师，这个说我没有看出来这工钱有生意，这工钱工钱的 wages are crying out， 哦，在这儿在下面这里，哦，are crying out，这个 are crying out 是我们的动词哦，反对你的，他在那里嚎哭嚎叫呢。OK，哦，the regents， 这个是他主语吗？没看出来。前面只是在解释什么工钱，就是你不敢付给人家的，哦，你没有付给工人的，而这些工人，人家都已经为你提供劳务了，在你们家田地里给你割草的这些人多辛苦啊，人家是劳力活，然后你呢，哦，你又死磕磕空钱，不给人家那个，你不给人家就是说你这个钱都是放在口袋里咯，你不付出去咯，不付出去怎么样？ The wages are crying out against you， OK， 钱都在哭啊，在喊叫啊，这大块都是在修饰这个 wages， 答对了， That's right，这个已经很客气了， OK， 这才不到整个算起来大概一行吧， The wages 后面加一行，对吧？解释 wages，你知道美国人写东西有的人很厉害，给你写个一大段讲了半天都在讲一个主语的，那你有时候读起来真的是七荤八素，他们很习惯，他们写作的时候就很习惯写这样的句子，复合句，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就跟那个俄罗斯娃娃一样，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解释一个，一个解释一个，可以解释一大串。所以你要有本事的话，你的本事就在你要怎么找出来，简单化，把一个句子简单化，它到底主语是谁，动词在哪，主谓宾，宾语是谁，差不多结构就拉出来了， OK， 好，这一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人有问题？这个季老师他这个欢迎和后边的 out gate to you， 这个 out gate to you 是来修饰着 choir 是吧？ crying out 是一个习语， crying out，okay. 是整个嚎哭喊出来， crying out，
OK，哦，对的，那有时候不见得是掉眼泪那种哭，他可能就是嚎叫，有没有呼喊出来 ，crying out，哭出来。但是他对，他就大叫出来，大喊大叫出来。但这个大喊大叫出来是要干嘛？是反对你 ，against you， 因为你做错了嘛。你有不义之财在口袋里，你不给人家，人家这么辛辛苦苦给你的田地上给你收割，给你做这个，给你做什么，你都不理人家，你都钱抠着不给人家，对不对？所以 against you， 这个 the wages are crying out against you， 连这个工钱本身放在你口袋里他都反对你。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对，他这个就是 quite out， 他这个哭是是宾语从句中整个这个 are crying out， 这个 crying out 整个 are crying out 是一个动词，动词的结构，因为它这个是 are crying， 这是现在进行式，对不对？他们正在哭，你懂吗？那个钱都在你口袋里，你不会平安的，我告诉你，那钱在你口袋里都在嚎叫，都在反对你呢。Get 这个就很形象化，因为你做坏事嘛。这 get you 是修饰这个 cry out 的，是的， against you， 他们哭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哭是因为他们反对你，钱都工钱都说你不对，你不给人家钱，are crying out against you， 这是用了一个修饰，那钱不会，应该不会哭的，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行，哎呀，作家嘛一定会有这种东西，有没有？哎呀，我这中秋节看着月亮我就思乡什么什么，月亮哪有思乡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了月亮之后你有移情的作用，你就有这种拟人化，对不对？哎呀，我今天月亮又大又圆，好像一个害羞的女子，你咋看得出来他害羞呢？这个就是文人跟理工男看不出来的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对吧？那我看到那个这个月亮那么又大又圆的，像个大饼一样，这怎么能看得出来像个女士呢？我怎么看就不像呢？哎，人家文人写的时候就不一样，他看了他觉得想到嫦娥，想到美女，想到羞涩，想到什么东西全想出来了，那只能说你没有想象力呗，对不对？明白了，这句话算明白了，昨天我做作业都没明白，哎，今天算是讲明白了，谢谢。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Lord， the Lord Almighty， 这个称呼是我们常常用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除了说Heavenly Father， 天父， Almighty. 对吧？the God， OK， our Lord， 我们的主啊， the Lord Almighty， OK， 你也可以这样看。Almighty. Almighty， Almighty 是大能的，什么都能的，什么都会做的，叫 Almighty。 OK，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是的，是中文他们翻成万军之耶和华，那 Almighty 本身的意思就是大能的，万能，没有什么他不会做的，对，Almighty。今天是不是还要再讲一节，下一节是吧？五章五节也要讲是吧？没有，今天就是第四节，对不对？今天是第四节。哦，今天就是第四节。OK。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了，谢谢金老师，讲得太好了。好。所以这个圣经真的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而且它是非常有文采的啊，真的不是阿猫阿狗写的东西， okay， 非常非常不错。哎 ，Jane 老师能听得到吗？我的声音可以，没有问题，怎么样？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到一个算是就像是规则一样哈，说也不是规则吧，对不起啊。就是说您刚才提到那个书面语，刚才说到那就是这个主语，说好长好长的一个句子，一个套一个句子，成分比较复杂，就显得就比较有问有高级的感觉嘛。那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的问题就是口语当中是不是相反，就是瞬间过耳的句子
成分是不是尽量要简单明晰一点，用简单去表达比较好，是这样吗？不一定，口语不一定要看人。你知道你跟那个大学教授讲话跟你那个麦当劳买东西的讲话是不一样的，所以跟教育程度不一样。你有没有发觉你在跟一些中国也是一样，人家大学教授学问比较高的人的时候，人家出口成章，人家讲出来的有好多成语，他讲他一个句子可以讲三个成语，我这三个可能都听不懂的时候，你就根本不用往下听了，人家讲啥你就在那儿就傻了呵呵叫，你就只能这样，是不是？所以完全跟你的教育程度是有关系的。然后还有看他描述的事情有多么复杂。我现在给你讲个故事，昨天 OK 我在街口碰到了一个女人，整个句子就讲我昨天碰到一个女人。好，然后这个句子我可以复合句，复合到什么程度呢？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先讲时间，傍晚的时候啊，晚霞照了怎么样，我先描述一下周围，哎呀几道金光，天上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这句子还没完呢，我只是从天先讲起，完了以后走来了一个啊，乍看之下看不太清楚， OK 这句子就可以拖很长。然后呢我先看到的是一片红色从我眼前飞过啊，然后我再一看定睛再看清楚的时候，这个红色原来是一条红色的披风，红色的披风里面他又穿了一个长靴子，又穿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所有他穿的衣服呱呱呱呱呱我全部用一个句子描述，这已经可以五行了，现在这个句子已经五行了。然后这个女人可能又跟我回眸一笑，她的笑让我想起了去年三月的时候我在四川爬山的时候见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Hello， 这个句子已经八行了。好，作文够了。That's right， 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大学教授写讲的话，是不是？大学教授。但如果你今天没这个学问，我就麦当劳打工的那种，给人家卖汉堡的。哎，你知道吗？昨天我看一个女的，哇，长很漂亮，就没有了，说不下去了。她也没有什么天上的霞光了，也没有什么一块什么红的什么披风了，什么啥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人与人不一样嘛。所以你如果有幸碰到那种大学教授级的，那人家讲起话来就是讲一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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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都可以套起来成了一个大句子，可美可美了。那你要碰到我这种麦当劳卖汉堡的，我就三个字五个字，哎，就一句了。所以没有一定的规则，同时你在谈这个话的时候也要看对方的程度，咱是强强联手嘛，是不是？我们讲话是强强联手。如果一个大学教授现在碰到一个麦当劳的卖汉堡的，他讲不下去，他三句才讲到那个霞光，那对方卖汉堡的已经听不下去了。你说啥？几次打断他，你说什么？怎么又有霞光？你到底遇到什么？遇到彩霞啦？我跟你讲，这完全倒胃口，这个教授就讲不下去了，是不是？嗯，对吧？所以那如果强强联手，大学教授碰到大学教授的话，上海的教授碰到北京的教授，哎呀，这两个人简直是旗鼓相当啊！他一下霞光过来，他那个可能讲的天上的什么仙鹤了，又是怎么样？哇，他俩可以强强联手，就像打乒乓球一样，一句来一句去，一句来一句去，两人都非常 enjoy， 非常享受与对方的这种，是不是？会非常享受，所以这个完全。对话的内容完全取决于两个人的教育程度，两个人对兴趣。我如果喜欢吃的人，你就老是跟我讲运动健身什么，我可能听不下去。我老是讲吃的，你也听不下去， right？ 所以话有的时候能不能讲上对上口，能不能两个人很有兴趣兴致的谈下去，完全取决于大家的兴趣程度、教育职业，是吧？都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很有意思，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大家都对圣经这本书有兴趣，我们都想把这个书搞懂，不是吗？所以我们一起来研究，非常有兴趣。嗯，那金老师，我就想着就刚才这个我理解了，您回答到我的，对，给我答案了，就是那个话语对等。我想就是
如果现在就是把经文背的特别熟，然后呢，我把一些词替换成我自己生活当中的词去讲，如果外国人啊，地道的外国人听起来是会觉得很滑稽吗？就是因为他你也知道，就是一个普通妇女是吧？然后你说的话呢，还文绉绉的，然后还套的把个别词套进去，他会不会觉得就是特别，就像是我跟你讲，移驾回宫，你会觉得我特别搞笑，其实就是我们回家吧，不会吗？不会，要看人。有的人会哈哈大笑，哎，你说移驾回宫，我也体会到移驾回宫的意思。哎呀，你真有意思，你说的真好玩，对不对？完全看人，完全看人。所以你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变成一种很通俗的？如果对方呢很欣赏你的讲法，有的人是很幽默的，他讲的东西。他移驾回宫可以整个句子里面用好几次，但对方听得津津有味，也有这样的人呢。那你碰到一个清华的理工男，他可能就听不下去了。他如果你讲话的时候五次打断你，你还有意思再讲下去吗？你就讲不下去，对不对？嗯嗯。但是很重要，就是说你学了圣经的经文以后，你要试着除了你就是把这个经文背下来 OK 了解，其实很多东西是你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味道。圣经的文字绝对经得起千锤百炼，这个是多少人家那种学者在翻啊，不是你我这种程度的，对不对？人家不会随便翻成这种字的，一定都有它的深意在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经得起锤炼的文字。然后如果你学会了以后，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多读几遍之后，你再看看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来形容来叙述，那就更有意思了。有一天也许你出去讲这个故事啊，讲这个事情给别人听，或者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讲这些事情。雅各书里有很多简单言简意赅的道理，而且都是普世价值观，大家一听都懂，可是你一讲出来大家都拍拍手，哇，高大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不太敢。很多地方很有力的，他讲的是非常有力的。OK， 所以你看前面讲，比如说你碰到一个很爱钱的人，你劝他，你说 "You have hoarded wealth in the last days."、这一句话，这个人说："啊 ，last days， 你在讲什么 last day 啊？什么叫 last day？" 哎，那你就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 last day。而且你这种收集财宝的这种行为 just hoarded, you just hoarded wealth, 是不是很形象的描述他这种行为？嗯，因为你很想拥有这个财宝，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你不傻的，你做钱的努力嘛， you're just hoarding, right? You're just hoarding, right, 漂亮。谢谢，好，没问题。好，贝老师，实在是抱歉，我刚才我家的网断了，我没有听到这一节，您能不能帮我再讲讲？讲哪段？五章四节，谢谢。OK， 好，首先第一个重点哈 ，look 没有问题 ，the wages， 主语是 the wages。你看这个句子的时候，你要有想象力啊，它的主语是 the wages。你不要想到别的去 ，the wages 是指一个人的工钱，而且这种 wages 不是拿年薪的那种，一年好几百万的人民币的那种人 ，the wages 是工钱 ，OK， 特别是那些工人阶层的那种出卖劳力的那种人叫 wages。好，然后呢，这个句子的动词在 are crying out， 所以是 the wages are crying out。那个工钱在那里哭喊，在那里大大的嚎叫，在那里呼叫。OK， 这个句子是这样讲的 ：Against you， 他是反对你的。他嚎叫是因为他反对你，工钱反对你。OK， 这个句子到现在有没有懂不懂？没问题吧？好，下面是什么工钱？我们就要细细的解释了。工钱是指的那些 you failed to pay the workers。指的是 fail to 是没有做到 fail to 不管是不能做不想做你不要做反正 fail to 就是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去付那些工人的钱
这个工钱指的放在你口袋里，但是指的是你没有付人家工钱的钱。然后人家已经 who mowed， 注意用过去式 mowed your fields， 人家已经给你的田地上都除了草了，是这样的工钱你不付给人家。这个工钱在你的口袋里，这个工钱都已经在发出嚎叫，在那里呼叫了，而且反对你。 OK， 这是非常具象的描述，能不能理解到这里？能不能理解？理解。好， OK， 这个工钱都已经说你这是不义之财啊，你做错了啊。好，再下来一个句子， The cries of the harvester， harvesters 指的是那些收割收成的工人，做这个动作的人叫 harvesters。 OK， 这些工人在哭啊， the cries of the harvest， 他们的哭声。 OK， again， 他的主语是 the cries， 他们的哭声叫做 the cries， 他们的哭声 have reached， 都已经达到了，哭声已经达到 the ears， 达到什么人的耳朵里面了？The gears of the Lord Almighty， 这些工人觉得非常冤屈，这些工人觉得好可怜啊，他们的哭声已经达到我们至高无上的万能的这个耶和华的耳朵里头去了。他这里讲万军之主， OK， Lord Almighty， OK， 就是指他大能万能的已经到他耳朵里去了。然后我们刚刚最后研究的就是为什么要用工钱，为什么要用这个哭声做主语，这一句的经文跟我们的第三节是不是有关系的？你看一下，有的。 OK， 因为第三节讲的就是这些人让金子银子都生锈了，都腐烂了，因为你就是想 hoarding， 你是想把这个东西享受那种拥有的感觉，但你根本不懂得怎么花钱。然后我现在要问你，你积攒钱财，下一节告诉你谈工钱的问题，两者是有关系的。你的钱请问是怎么来的？剥削人家的钱。 That's right， 都是 不给工人的钱。 That's right， 不义之财，是不是？所以就告诉你这两句经文告诉你，你做这种行为，你的积攒钱财，可是你的钱财都是不义之财，而这种行为万军之王耶和华他知道吗？知道，他是知道的。你不要以为都不知道，钱就放在你口袋里，反正你就是赖着不放，付人家工钱。 No， 神都是知道的。 OK， 金老师，那个第一行的那个 workers who mowed， 这个是除草的意思。 mow 是除草， mow 那个 w 不发音，就是 mow， o 的音， mowed， mow 是什么东西？除草。 OK， 草地上给我除草，美国家庭有草坪要除草，推个剪草机，那个叫 mowed。 OK， 它是 mowed your fields，把你的田地里面给你除草，你请工人来给你田地除草，有时候要拔野草啊什么的，对不对？ Mow the fields。 好，咱们其他的问题。谢谢，客气。谢谢，明白了。 Thank you。 客气。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问题啦。好，那我们今天就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再问哈。然后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 OK， 这两节经文三节跟四节的话词汇稍微多一点，但是 again 不道理都是很明白的哈，只要把它解释出来了，大家都理解了，这个是很好的经文，很好的经文，而且三节跟四节是有关系的。金老师稍微等一下好不好？13秒钟，你受累把那个就是第一二三四五那个就是那个失败那个单词跟下面那个田野那个单词帮我分开念一遍好吗？谢谢。 The wages you fail to pay the workers, right? Who mowed your fields
mowed your fields are crying out against you. 谢谢。好 ,OK, good. How? 还有什么事 ?Susan, 你有没有什么事你要跟他们这个小鸽子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啊，还有没有人想进小鸽子还没有弄好的，可以在这儿问，我可以帮你们弄。那如果不想进就算了，没关系。嗯，小鸽子就是发老鸽子那个。我想进，我还要继续下载，没完成呢。嗯 ，David， 你看不见吗？你好像进了小鸽子了，就在小鸽子，我在不断上传呢。啊，你没有进啊？你没有进。可以发一下那个群的图片吗？那不是群，那是另外一个 APP， 你需要先安装小鸽子软件。David， 你那天找我，你不是下载到我给你了吗？你再用微信给我发了消息，我给你一个安装包。那个我今天感谢神，我今天安装成功了，但是就是那个小组群嘛，那个我没进去啊。你现在用这个聊天框，你用这个聊天框点我的名字，然后把你 email 给我，我现在就能拉你进去。email，MSS， 我知道上次有个图片呀。没有那个不好使。MSS， 你要问进，你要问进，你不要跟我私聊。等一会儿 MSS 有个问题要问你，那个刚才要加群的，你私自发给我，发私聊，把你 email 给我，我现在就拉你进去。MSS 有什么问题？我应该怎么看呀？刚下载下来。啊，刚下载下来，你就点两下，它就打开，打开之后它会那个啊，那个我已经发过了来了，进他问的，他问我的问题，我转给你了。Cry out 为什么会分开 ？Cry out 没有分开啊，它是一个习语。OK， 啊，你是说我划分句子的时候啊？那就是句型分析的时候是这样，他把那个谓语动词跟那个分开。但是你读的时候是另外一码事儿，因为句子成分跟他你读的时候这是两种分。你再就像美国人，人家说。像我们说中文的时候，我们也不考虑语法，先说出来再说。美国人也是一样的，但你划分成分的时候，谓语动词是，跟它只跟助动词合在一块儿，它不跟剩下的其他的这种介词合在一块儿，它不是这样做的。那个 out， 这个 crying out， 这个 out 是一个介词。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你说，就是我语法分析的时候，我把那个 are crying 是are 跟那个 crying 是助动词加上动词构成现在进行时，而那个 out 我就放在后面了，放在后面状语里头了。我是比较稀里马虎的。OK， 比如说，对 ，he， 比如说 he is picking up， he is picking up his books， 他把他的书拿起来 ，picking up。Is picking up, right? 这个 picking up 的话，一般我们就会连着用，因为它是一个习惯用语。但是，就是说 Susan 那边他在做词性分析的时候，句子分析的时候 ，is picking 本身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但是这个地方 picking 要跟着 up 一块用，因为它是一个习惯用语。OK， 比如同样的道理，他盯着我猛看 ，He is looking。At me, right? Looking at, 因为我一定要用 looking at 来表现 looking at. 那 looking 呢是他正在看，他就一直这样子盯着我看 ，right? He's looking at me. 这种句子常常很多的。我想问一个啊，我查字典没搞清楚这个，就刚才那句话的 look， 等一会儿啊，就是 the wages you failed to pay。这个 fail to pay 在这里怎么说怎么解释什么 fail to 是不是 fail to failed to pay the workers who mowed your fields、嗯、这整个的一块是后头的 are crying out against you、嗯、
对呀，你的问题是什么？我问题是这个 field 在这里怎么解释 ？Fail OK， listen， 我们刚刚解释的时候 ，fail to 就是没有做到，不管是不能做、不想做，或是不要做，反正他没有做，他没有做付人家的钱、，fail to OK。Fail to 这个词非常好用，就是没做到，不管你是想做不想做，反正你没做就对了，你做不到就对了。哦，明白，他对词典里说没有实现，没有什么，还是好的，谢谢，明白了。对，比如说 he failed to， 我们想说 he failed to turn in his homework， 他没有交他的功课。没有交，这个地方就是基本上他就是没有交，不管他是不想交、不能交、没做完、生病，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他没有交。He failed to. Okay, he failed to. He failed to 什么？比如说 to return the money to me. He failed to.OK， 不管他是交不起，他是穷了，出了意外，他什么原因，不管，事实是他没有给我钱，没有把钱还给我。He failed to return the money to me. 所以 fail to 只管事实，不管感情的因素，不管你是不想交、不愿意交、不怎么什么做，不管，就是你没做到。Fail to. OK， 好 ，fail to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哦。非常好，明白了，谢谢。